为了我们的孩子，做父母的，就算牺牲生命也没有关系啊。孩子长大了，有自己的家庭。不要我们了。对，我真不知道现在的孩子到底在忙什么，他们到底在忙什么啊？德昌，我告诉你啊，那个雨龙，我跟秋叶都是十分的疼爱他的。哎，我们家曼楼啊，已经嫁到你们武家来了，我都还没习惯过来呢。雨柔也要嫁过来，我实在想象不出来，少了我的小棉袄，未来日子会有多孤单呢？就像你离家出走那段时间，房子好大，好空洞，好冷，我好像要被房子吃掉一样。结果你是怎么熬过来的？我没有熬过去，但是你终于回家了。那未来我没有怎么熬过去。我们熬不过去的，我已经想过了，如果孩子不跟我们住的话，那个房子我们也不要了，我们去住养老院吧，我们去找一个高级的养老院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孩子没有在身边而已。对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孩子没有在身边。